明晚大年初六，谷草九场6:09开跑，第四场5号风筝。此区上将换上雷神即入位，今次雷神停赛，又回到田泰安手中，加上抽到四档，大热门重飞下，田泰安今次要交足功课。第八场12号进爵士，此区四班经常上名，今次升班背轻磅，换上近期首封信的蔡明少，死磅不多下，顺马跑法希望可留得较顺。